拜拜。你怎么还冲过去啊？拜托，你们两个组长怎么跑了？完了完了，人越来越少了。哎呦，不会哦，有啦，狼人组太多了。对啊，狼人组太多了，狼人太多了，没有人啊。等一下，可能调整一下。就对我们来说太多了，三个太多了。是有点多。哎呦，第二天了，第二天了。第二天，请问你有什么话好说？我不敢下去了，我要一直躲在这了。你怎么跳那么高？你这个位置也太难了吧！我想当平凡人。有一个教一下，怎么在 ？Ender Core， Ender Core， 我就说有 Ender Core 就可以直接获胜了。嗯，对 ，Ender Core 很可怕。蛮好，蛮好获胜。是什么？他技能是什么？我是。你跟他一样，跟他一样。卢米，你赶快多去找东西。我找到好东西了。我也在找箱子哦。你还活着吗？没有。嗯，我死了。你是什么？你也是狼人？没有，我是纯灵。不可能啊！剩下五个人，狼人不会死那么快。一定还有两个或三个狼。难道狼杀狼了吗？狼杀狼，狼不会杀狼的。有那个什么，不是有那什么猎人还是什么可以证明吗？还在吗？已经死去了。哦，好吧。死错话题。我是看到204女巫啦。你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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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打他！打他！有二零箱子而已啊！你可以用那个用空手把他打到死。哇塞，太凶了吧！哇哇！那还有谁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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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哈基，你要他跟卢米都是杀手。我是白痴啊！你是白痴！我是白痴啊！我第一天测卢米是村民，第二天测，我测哈基是女巫，我是村民啊。我测二零是女巫。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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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过来啊！你要干嘛？你给我过来啊！你直接杀了，杀了过来哦！哇！等一下，刚刚卢米直接在面前，我等我一下，我喝个水。没有，怎么都是你飘过来？然后你是什么？还要变身一下子？哪里有另外一个？完了，你不用怕，卢米不知道怎么上来，这边他们不会上来，不用怕。你这巧克力刚说是。巧克力说他是药水，那女巫想到他在喝药水，不对啊，女巫药水可以喝吗？不是，我说我是白痴啊！我这边看你是女巫，巧克力在哪里？夸张！哦，是剩巧克力跟我跟露米而已哦。对，巧克力不用演了，是不是？我不要演啊！还要演啊？在哪里？没有，哈，你从来没有演过啊！那如果是到第四天，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这个神的慈悲啊？就时间到的话就可以。第四天了吗？没关系，不行，你们幽灵在我这边呢。这过了第三天，他们上不来的。我想要去找东西。可是他也不可能一直待在上面吧？可以啊，他可以待在上面。他哪里最顶端？游戏结束得了吗？可以啊，他上面是有东西可以啦。第四天就可以拿了吧？可以，只是就变成现在就是要看另外两个人跑酷他们跑上去啊，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游戏可能到今天十点才会结束啊。没有，我就说到了第四天我就可以赢了。你要在第四天之前去找到他，然后还有一个晚上。哎呦，找到中介珍珠你就哎呦，找到中介珍珠了，找到中介珍珠。哇塞，太高了吧？在哪里啊？就只是用那个词啊，上面呢？白痴加油！白痴加油！加油！露米没看到啊？上面啦，上面有发光啊！我觉得你的视野距离是不是不够？可能要调大一点。调一下，调一下。要不然哦，我有这个预言家的东西哦，可以有抗性哦。不要逼我用哦。好。白痴加油！加油啊，活下去，白痴！人类的希望，加油！再活个一分三十秒就好。好久哦！喵喵，你在哪？哇 ，Ruby， 你有什么捡到什么啊？我有你的幽灵之泪。我不需要啊。哎呀，喵喵，哎呀，喵喵，他是村民。
你真的是白痴啊！你真的是白痴啊！我不是，我是预言家。到底要怎么爬、啊？我有缓速跟缓降。你们喝药水应该有跳跃提升吧？哦，真的、哦。对啊。你不然你刚刚没喝哦，我不知道干嘛，我就很高，我想要那个。他一直没有，哦、他一直没有解吗？跳不高吧？没有那么容易跳上来吧？对啊，就算跳到死也要尝试跳一下啊！加油，好加油，加油，加油！啊，那个卢比交给你了，我这一次不行。哇！加油，杀那个白痴！不过感觉有可能欸，是可以啊，可以的。加油！露露不要啊，我有结界哦。哎呀，下去了啊，感觉没机会了，是秒哈了，没机会了，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尊重一点哦，他走开。这两个好像差不多欸。哈哈哈哈哈！到为什么？从一开始在跑酷吧，那个跑酷就比较难了。没有，你藤蔓爬不上去。你刚刚没有跳跃了哦，他用那个石头跳上去哦啊！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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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你不是有中间珍珠？他的跑酷我没有中间珍珠啊！你没有中间珍珠？没事啊，没有啊，那个是要开箱子。跑酷是很难的，真假不行，一定要试试看，怎么可以？我会来不及，来不及了，而且我还有结界，我不怕你。哎呦，神的慈悲！哇哦！你是蠢蛋，王广大。二零你怎么还好？还好哈进你有杀是被喵哈杀，那个要怎么用啊？猎人那个。然后泱泱也是被我。他有一个蛋啊，他有一个蛋。但是砸我鲁多啊，就是刚砸我鲁多吧。右键呢？有，我刚刚对地板点右键没有用，我就被杀了。一个没有，你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限制狼人的移动。对啊，就是限制狼人那个，我点了没有用。应该有用啊，可是因为狼人还可以用跳的，他只是缓速啊，麦块的缓速效果。那时候我跟泱泱在水里，所以他可以用跳的移动。嘿呀，水的话就没差。跟泱泱在水里，然后你是有丢那个 Ender Pearl？ 没有，我从头到尾没拿到那个东西。为什么你瞬间在我后面，害我唰一下？应该是你没有看到我耶。我在想换，应该是被团团杀了。因为那个金剑在我手上，我想换一下的。啊，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很酷的哦，有没有跑酷的银河边境？哇，这个就没有蘑菇神了，所以就没有没办法像刚刚直接获得胜利的。好好好，你就要一定要去收集东西，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东西是漂浮，你手拿着它就会往上飘。嗯，对。然后猎那个狼人的话，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狼人会晚上会有敲刺的什么东西啦，好好玩，不知道怎么跑啊，抓人。撞人喽！摆错了吧？这眼睛不是中间，眼睛在中间吧？应该这个很屌哦，还没摆好吗？你们不要吵哦，好，我们着急啊，我们超级着急啊！来学习学习，怕等一下有人合错，有不？他说怎么都没有，现场学习哦，这么简单哦？对啊，我觉得猎人可以早点就是召唤一个，至少你知道伙伴是好人。嗯，哦，至少你知道谁是第一个伙伴，这样。对。我刚刚把一群招来一起死哎、欸！新地图啊，我们先在这个配置一次哦。原来是高的。银河，走。好了，走了走了，好酷哦！这个吗？就可以飞了。上次我把地图，我觉得这个地图很困扰啊。好好玩哦！享受飞天啊！好哦，这个地图，你可以飞到最上面。哦，它地球做得好漂亮，有成就了，漂亮，还有木星，好美哦，木星，这个音效很美哦，哦，享受地图，哇，团，你那个是棒棒糖的吧？隔壁是什么？对啊，棒棒糖。啊啊，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观众了，这位观众，这位观众，这位观众，关键关键关键，这里做太好了吧？这个，哎，可是好美，一个宝箱都没找到，我也是一个宝箱都没看到，比较大的岛屿应该就有了吧？比较大的星球，比较大的星球都会有一些地方可以进去，有那屋子吧？上面的风景真好，真的是真美好，哎，真的。我看到药水上面了，继续上升。在哪里啊？求解！哇，这里都被人家，你们怎么都来了？白痴哦！哇，这好帅！白天快要结束了，哇！我觉得我要下降了，再见。你要下降？狼人一定也在上面，也不一定哦。我迷路了，我也迷路了。白痴哦，它里面跳太大了吧？
二零抢我的箱子，杀了他，喵啊！喵他当了三场了，我要躲开他。用晚上，用晚上，用晚上了，好可怕！哎、欸，还有那翅膀哎、欸，哎、欸，有翘翅，狼人会，哦，有翅膀哦，狼人会有翅膀。哎呀，所以你刚刚谁有翅膀？我刚刚露米是狼人。不是喵哈刚刚说哎、欸、会有翅膀哎、欸、所以就把他当狼人哎、哦哦欸、喵哈当了好几场了哎、欸、为什么一直是我是狼人呢你走到哪里去了呢我早就跑开了呢哎呦所以布拉格是好人露米是狼人哎、欸、我不是啊这人法太烂了吧哎呀所以是哪啊这有吗？有点母汤哦。哎，这人发好烂，我都帮狼人哎、欸。哇！哎，为什么要苦力炮？为什么滚？哎、欸！怎么了？怎么了？那苦力炮是命案现场。命案现场哦，这么可怕、啊？为什么会有苦力炮？太可怕了！发光。哎、欸，法西，我要跟你讲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还说。你知道我从我完全走不出这个星球啊！不要接近，不要接近蓝色的星球，有一只狼在里面。蓝色的我的被狼人撞到，被狼人撞到，等一下，狼人不要，怎么出去啊？狼人补汤哦，怎么感觉很好笑啊？我管你干什么啊？我是村民啊。等一下，有一只苍蝇啊！白天了，白天了，没事没事，我怕了。苍蝇是谁？快瞧，我打苍蝇。死了。那个，不好意思啊，有一只狼在这里退休安居啊，在那个地球里面啊。鸟被抓了，就迷路了。哦哟，又没人跟我讲会有翘翅。有，你没听而已。那讲话你那抽运也太好了吧？你真的很幸运哎，不是我在说。对啊，哎，箱子被抢走了。哎呦，是很重要的人。哎呦，箱子啦，很重要的人，你走，你离我远一点。好啦，你有没有那个击退棒棒？我知道你是很重要的人，我知道。好，给你。我们要去哪里给你？叫我接到吗？吉普到吧，自己很难接到吧？你是好人吗？你要接吗？好，给你接，给你接，看你接不接。我刚刚是女巫，掉下去了。女巫，我刚掉下去了。白痴啊！啊，我上去啊，用箱子跟你交易啊。好，都被拿过了。撞到上面，啊，撞到头。这里啊，这里我也不知道哪里，哪里有箱子？哦，有箱子。我觉得这里越来越可以喽。我把东西给你，这里啊，哦，你在这，白痴哦，来，给你，小心露米，他很危险，来，鸡腿放在箱子里，来，一人一个，好不好？来，巧克力你们在哪里？你们在物资交换，等一下，我要先远离，一人一个，在物资集中啊，巧克力小心一点，物资集中，啊，团是杀手，团是狼人，哎呦，不演了，你在哪里啊？你在下面，我是白痴。卢米，别过来！你这个臭苍蝇！我又是白痴！你怎么又是白痴？这里是哪里？狼人帮帮为什么一直帮狼人帮啦？人设比人多啊！哎烂呢！这个很难攻，我的家。忍者别动了，干嘛？忍者是谁啊？我就觉得团团怪怪的。哎，你不要哎！哎，会不会狼人？忍者也是狼人帮的。忍者也是狼人帮。哎，瞬间死很多人。白狼有没有？我想说，我住在地球里，就有两个人跑来我家嘛。那个狼人好会跑啊！狼人，现在晚上弄那个也会死哦，我不知道哎，哇塞，原来如此！各位，你要喝药水才有抗性，我听，要无敌效果才。我懂了。远走了，漂浮的东西不小心丢掉怎么办？那你有点鸡吧，飘不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先去帮你解决一下，你在哪里啊？远的我们，你问狼人啊，他会帮你的。我帮你啊，帮你啊。但是如果我走得出去的话，哇！死了！哇，你的棒棒好强哦！好凶哦！剩一个狼，你是谁？我是白星，我是
团团淹死了、欸。哦，团团都被我杀了，都被我杀了，都被我杀。快点，水星，地球里面，地球。我们哎，这里是喵哈了吗？我们对对对，我们合叫，不要不要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他在地球里面。像是白天可以趁先趁白天啊。哦，对呢，他在地球里面，我们找他。好，走。我不能过去。土狼在那里。我要土狼。在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位置在这里。哇塞，也太难看的位置了。我可以用现金选，现金。对对对，你可以喝。你帮我试一下，知道地点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你是往上跑吗？你人在哪？你说我吗？对啊，我找到出口了。哎呀，人命自然会给狼找到出口。完了。不要过来，我会丢你哦。对对，你不用怕，你不用怕。快要晚上喽，快要晚上喽，找不到狼。不能这样说，现在是人杀狼哎、欸，好可怕。对啊，对啊，怕怕。以为你有看到位置就可以说啊。我看。